先打开那个问题07。那我们的需求是把这个清单呢，也许我先把它放在甲班上面。甲班这边呢，请各位把那个清单贴到这边来好了。这个清单当然是可变的哦。以后如果你假设吧，你有个清单，那这个清单刚好就对应到这边的工作表名称。只是说工作表名称呢，并不是循着这个顺序。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循着这个顺序帮我放的话，那你要该怎么做？OK 哈，那首先的话，当然你第一个你一定要会用到一个那个物件，就是序齿里面的那个方法叫 move 后面的话哈，空一格后面就是你要告诉他说你是要 before 还是 after， 所以基本上哈，那个就是跟 add 一样， add 不是有一个是 before 还 after， 其实里面还有干 copy 复制哦，复制他还问你说你要复制到前面还是复制到后面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这边按右键哈。这边它会有一个复制嘛，按右键有个复制或移动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其实目录就移动嘛。他问你说，请问你要是，建立副本就 copy 哈、哦，那移动的话就是，那你要放在前面还是哪一个的前面哪一个后面？只是说这些都是手动的。OK， 那你如果说你要比较快速的话，当然我们第一个哈、哦、要先什么？先在 Visual Basic 里面 ，OK 做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先建一个 module 里面的话，也许你再插入一个程序，名称叫做移动工作表好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底线叫从清单，好啊，这个名称你自己可以取的，反正我主要是比较知道说这个 SAP 是做什么用途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要写一个程式，写什么程式呢？基本上哈，如果我要移动的话，那第一个你可能就是什么序齿哈，这边的话点下去啊，你会发现呢，点下去这边。只要是绿色的哈，就是方法就是有点像动作。那属性的话，就是它里面储存哪些方面的资料。像我们前面的点抗着，里面就储存什么？储存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簿里面有几个工作表，有没有？去点抗嘛，哈。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叫属性，这个叫方法。那其实每一个物件哈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属性跟方法。属性哈，就是它记录了什么样的资料。方法的话呢，就是它可以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其实物件是什么？简单讲起来，就是这两个东西啊，就是那一般叫做它的什么物件的成员的啊，成员就是这些东西，成员 member 啊，其实就是那分成两个，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一个就是属性，一个就是方法啊。无论说你今天呢是用VBA 也好，或者你今天是用其他的语言，像 Java 啊，像 Python 啊。其实它都有共同一样的特性啊，这个就是叫做物件导向的使用方法，好，物件导向有没有？所以物件呢、哦，我们现在物件，那其实充其量啊，简单讲起来，你就把它当有点像一个零件嘛，然后拿一个零件，对不对？哈，像你今天去买个什么零件，然后里面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，那你就是把那个功能看要不要打开还是关起来，或者做什么？那其中它有个方法叫 move， 所以点有没有？点下去有个 move。OK， 好 ，move 的方法。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，move 的话呢，要配合是哪一个要移动哦。所以你要跟他说哦，我今天哈、哦，假设说我今天甲班并不在第一个，好、哦，假设我第一不在第一个，那我要把第一就是那个甲班呢移动的话，那你必须怎么样？跟他说哦，我今天呢要把那个甲班的部分呢做移动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你就可能要打一个甲班。OK， 好、哦，甲班。但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？你也可以用数字啦，不过那个甲班的位置哦，你要算，有时候它不固定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不适合用数字啊。比如说你说第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七个，可是问题如果本来就不是我顺序，所以它移动之后那位置都变了，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比较不适合用那个位置的顺序。点 move，OK，、okay, 移动嘛，所以这边的话呢点 move 到哪里，你要跟他讲说哦是 before 还是 after。那我要移动到最前面的话，基本上最前面一定是 before 什么呢？冒号等于前面是 add 是 after 嘛，最后那一个。那如果移动，我希望移动最前面的话，刚好颠倒 before 什么呢？哪一个？哎，序齿哪一个？第一个的话就一就可以了。OK， 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怎么样？这一行执行就会帮我把甲班移到第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F8 有没有？这一行的话呢？把甲班移动到第一个，所以 F8 执行有没有？甲班就倒过来这边啊、哦。那乙班一样了啊、哦，所以以此类推。但问题是你将来如果说
你要怎么样呢？把它根据这个清单移动的话，那你会变成说，你将来要什么？哎，序齿甲班 move before 一，然后序齿乙班 move 啊，有没有二？那丙班是三四，一直到13，总共13个班级。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今天哦，当然你不会写回圈的人呢、啊，你可能就是点点点点点，一直怎么样写写写啊？可能这个我是好，假设说我这边那最后一个就是亥班哦，所以你可能是吧？哎，那个这边的话就是亥班，然后 move 到那个 before 应该是最后那一个哈、哦，第13个，所以这边总共有13个吧哈、哦，所以亥这边的话哈。哦然后 move 到13，哎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写完之后，但你会想说，哎，这样应该可以跑个回圈吧，对不对？跑回圈事情就搞定了。所以如果我今天呢，希望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改写成一个回圈的话，当然了，前提是你会改了。如果不会改哦，以后算你就是先写出来再说好了啊、哦。我们当然。以这个来看啊，通常一定还是会改啦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有时候同学在那个回圈的概念上面，还有熟练度上面不是那么强的话哈，有时候光看到这个要把它改回圈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，对不对哈？嗯，所以这个功力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真的可以达成的。但是就是其实，如果你愿意啦，我相信这绝对是办得到的。但是就是要一点时间，好，那要多久啊？可能真的是。需要时间的哈，多久不知道，可能看支持吧。啊，不过我相信还是必须要是那种那个不放弃的精神，真的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想要放弃了，太难了吧？这简直啊！不过我们呢、哦、有迹可循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在哪里？哎，特别注意哦。第一个哈、哦，它在这边，它是在这个的列号是2到14，有没有？这边到14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如果我今天跑一个回圈，for i 等于什么呢？二到十四的话，那不就可以抓到这些资料了？那后面这些的话呢，刚好它跟它的关系刚好差多少？刚好差一嘛，那你不把它减一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应该很好理解啊、哦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难，但是就是说你也不要钻牛角尖。其实真的就是要静下心来，哈，然后要把刚刚我讲的东西哦，很精确的把它写出来。For i 等于多少？二到十四，对不对？哈，Enter 两下啊，哎，打一个 i，OK 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应该没问题了，Next 我们已经打了 n 个了哈。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怎么样复制到这边来，好，Ctrl 键按住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改成什么？这边就改成我的这个 sales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哦，将来移来移去，那个名称怎么样？那个工作表会换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放在甲班里面的 i 栏哦。所以哦，特别注意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哈、哦、再多增加一个 x 的变数好了，干脆用 x 的变数好，然后呢就先取得什么？取得那个这个东西叫 sales 储存格哪一个呢？第 i 列的。i 栏，OK 哦，但是呢，又要告诉他说他是放在哪里呢？放在甲班里面，OK 哈、哦，哎，有没有？反正这样子的话呢，不管他跳哪一个，都会知道说在甲班里面的清单哦，我可以找到这个 i。那第一次是一定甲班，第二次是乙班，那我就把这个怎么样呢？带到这个 X 里面，OK 有没有？那第一次就会抓到是甲班。move 到哪里呢？它这边是一嘛，那我就把它怎么样？用 i 减一，哎，有没有？这样不就符合上面的条件哦？所以基本上呢，下面是由上面所慢慢推敲出来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啦，哈，当然我们写程式不太可能说一下回圈哦，就把它很快变出来。那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就是有一个过程，反正就是推敲嘛，哈，你就哎知道有这个。过程之后，底下的东西也写出来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，可能就是只是让你看到这个结果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上面这个东西啦，啊，因为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上面都可能我们写习惯的人会觉得
这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嘛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变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会写的人呐，都会想跳过了。那不会写的人觉得上面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懂那意思啦，哦，所以以后记得就是说，你还分阶段没有关系，反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程式写正确，哦，那做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哦，我们就可以来 run 一下，啊，上面这部分就可以把它注解掉。所以我讲过，哦，这边可以有个编辑工具列了，哦，你可以把这个范围不要删掉，有没有？可以把它什么变成注解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来跑跑看哈，所以接下来一样，我把甲班随便移一个位置，让它就是跑跑看。所以第一个哈，实行第一个的话，X 它会先抓到甲班，哎，甲班对不对？啊，把甲班移到第二减一，啊，就是移到第一个前面。哎，我把哎，OK，看一下有没有甲班移过来了？它本来在这里移过来，再下一个。下一个的话呢，因为 i 呢已经变成3了，所以它会抓到什么？抓到乙班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x 里面呢就是乙班，好，那乙班帮我移到3减一，刚好移到第二个的前面，所以就移动到第二个。哎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目前的乙班就移到这边了。那甲班，因为你看清单这边，因为它在清，就是在甲班。所以哈，你会发现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加了一个跨工作表的叙述，所以无论它怎么切哈，都还是找得到那个清单，好，这个还蛮重要的。然后再下一个，可能就是再下一个，应该是哪一个班呢？丙班吧，哈。然后就把丙班帮我带过来，然后呢，一样，哦，啊，逻辑都一样了，所以其他我就让它跑跑跑跑跑，全部跑完了。OK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要的结果呢？甲班，哦，它基本上呢是在第一个，所以你 check 一下，它在第一个没错。乙班、丙丁、哎，亥班在最下面，好，哦，所以基本上怎么样，它就按照我们要的方式去移动了。好，哦，所以以后如果说你有那种大量的工作表，需要按照某一个清单去排序的话，那你可以利用这个范例，很快就做完了。OK，哈，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。那，啊，未来如果说你今天呢，你可以怎么样，再把它资料有没有？像这个清单哦，如果你今天要什么按照笔画排序的话，按一下，哎，有没有乙班到庚班，笔画由多到小？那如果你现在再把它 run 一遍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应该是什么，就按照什么乙班，清单在这里，乙班到庚班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如果以后你要按照什么笔画排序的话，哎。这样子呢，它也可以哈，只要清单改变，结果就 OK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程式在云端上也有了哈。所以你刚刚如果细节上有点不太清楚的话，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第九单元里面的那个程式码哈，用目录方法排序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一下。好，目录部分。那其他那个就是像。move 其实蛮像哦，利用那个像什么 add 啦，add 是放后面，那 move 刚好是放前面，啊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也许你可以先第一阶段先了解一下，啊，甲班、乙班，啊，等等的移动到哪一个位置，熟悉 move 方法，接下来呢再跟回圈做结合，好，OK，那这一题当然主要重点就是，如果你有个清单，你希望按照那个清单去帮你排序的话，啊，OK，试一下。那待会的话呢，这个部分完成之后哦，我们待会再来看，就是说Outlook 好像之前有讲过哦。再来后面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第二个部分的哈，我们就是来看，就是那假如说我今天并不是要单这么简单的顺序排列，而是希望哈，把甲班到那个亥班，把它做什么转存成工作表，啊，就是说。如果你有大量的那个就是工作表，但是问题是，比如说有12个班级啦，那如果你今天是教学组长好了，那你如果说你要把每个班级的成绩哦给每个班级的导师的话，那会有个问题，你不能把这个档案给每个导师，因为每个导师就会知道其他班级的状况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会有竞争，那种会有这种公平性的问题啊，所以哦。假如说我今天呢给各个班级的话，那应该是把它分割之后，假设甲班的导师收到应该只能看到甲班的资料的话，
那势必我就需要分割工作表啊，比如说把一个工作部里面有12个工作表，那我希望快速的帮我转存成12个档案的话，好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去打，等一下再来看哦。